就断了是吧？我断了，你断了吗？我断一个。没有网，是吗？缓冲的。断线了。博物馆里面设备不好，对。哇，这是演偶像剧吗？对，这也是一般高，超高，真的。这位百度上面说你188。哦，那天31号那天，我在呀。好，189。哦，12月31号，我不在。那个超级百强的时候我在。可是还有，那就这样吧。哎呀，怕死我了。那当然，非常。小心，小心肝的就跳出来了。标配，这位真的好帅呀。还有，等一下，还有半个小时，你们猜出来就给你们看真人。你们是不好奇是吧？哎，不好奇就算了吧。好累啊！这天台好漂亮啊！好适合谈恋爱啊！是的，是的，哎呀，你猜对了。我的名字还没猜出来呢，我有个艺名的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妈妈的宿舍在英国，她是外语学院的嘛，然后她说她的宿舍，快表达，赶紧表达，赶紧表达。早上醒来那个樱花的汁会像成霜，小樱花，我还车厘子呢。是的，你们喜欢吗？特别是今天天气这么好。然后也有教室，叫那叫什么老彤彤，他们都不记得我是谁了。对，李学楼那边教室还在修，现在还在修吗？没有，他现在可以走是吧？樱花大道已经开放了。那我们可以过去了。在武汉大学谈过几个男朋友？大家肯定很想知道这种问题，谁要知道英语是什么？哎，那我们想知道有几个人追过你。其实啊，没有想追过，因为真的，我就是很奇，就是不知道，就是，对，就是太难了。狮子座，想跟他做去。哇，对，他说有个小西瓜，好开心。主要现在莎莎姐修了双学位，没有时间来。谢谢英语双学，哇，学霸呀！对啊，也想有个这么漂亮的经历。混都可以混出个这么厉害，武汉大学的双学位。对，混都可以混出个双学位。我们需要下去吗？这认真的话不得了。